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情绪比较高的人，其次呢，我觉得这堂课上如果说老师的情绪不高的情况下，其实我的学员们也没有办法高兴起来，而且他们上完一天班很累。那 disco 的话说是无门槛，其实就是想来就能来跳。最后一节课准备的话是毕业的舞会，然后我们会把前面学到的内容，然后会让他们自己去整理一下，然后来表演。第一波其实有18门课，然后第一二波有60多门课，总共我们在今年结束，我们目标有200多门课。然后相对于市民夜校的一些传统的以技能学习为主，我们的心主要在于其实我们融入了一些综艺式的感觉，课程的就是设计，比如说分组 PK， 然后一群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收获是体验过程中的快乐了，能够在这一个小时中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。比如说舞蹈课有学员在和我们说的时候，当我们学会这个，大家一起占领广场，然后代替大妈。